吧，我要吃公爪。这好蒸。炎炎夏日，逼得人们躲在空调房里吃着外卖。但对于老饕们度过夏天的方法，不是吹空调，而是叫上几个老伙计，喝着小酒，吃着凉菜，再来一场成都的传统娱乐项目麻将。在这条街上，可以说是餐饮娱乐一条龙，饭馆、麻将馆交叉错落着。从门口停车的数量就可以看出哪家生意最好，而我们也是通过粉丝的推荐来到了这家店。这个猪公爪反正你看嘛，肥而不腻的，看到吃起很有食欲。就是公爪嘛，猪脑壳嘛，这来来回回，来回得想二回合，我是给咱。两道菜，哎呦，真就是让人欲罢不能了。再吃这藿香鲫鱼，我今天的米饭估计得吃五大碗。减肥管它呢，咱先吃，对吧？真的很好吃哎。哎，我做米饭来了，来来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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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回来，磊哥，你们这个店开了好多年了？我们这个店在这儿给是开的有，今年是六年多点儿。这个为啥子叫这个公爪饭店？名字为啥子？公爪饭店实际上是我们朋友取笑我姓朱啊，他说的你取名字叫公爪饭店，我说要不得玩儿，他竟然喊我朱公爪，要的啥子？但我在装修的时候我还没取名字，他们说的走到公爪饭店吃饭，但是我本来也打算是把公爪做的招牌菜，也比较巧。这里的大多食客有一个共同点，年龄较大，也是这附近的老居民，见证了成都的发展与改变。唯一能让他们与过去产生关联的，只有这一口老成都的味道。